半生浮华不过是一池流沙，情深就在油纸伞下，咫尺天涯斩不断那一缕月光，你身旁是我到不了的远方。窗外宫中叫做琵琶声响，何人泛舟湖上灯影摇晃，半边天下不及此刻这一刹。硝烟里的风沙，古城里的繁华，却想与你共白发。至少想看小桥流水游到谁人家。走过几段繁华，等过几场落花，人间荒唐又何妨？奈何这江山如黄河，愿与君共赏。见过母亲，您这是啊？成儿来的正好，娘要去一趟青州。您为何要亲自过去？大安国兵临边塞，青州有刚刚任命的新刺史，这两件事撞在一起，娘不放心。孩儿休沐期间不曾关心朝政，敢问母亲，这青州刺史换了何人？嘉成侯的后人。杨璐，大概你都不曾听说。可他与舒家无半点关系，你敢用他吗？他就是最好的人选。最近局势诡谲，精卫营暂由你调度，记住，舒家为先。娘不在的时候，对于那个沈夜一定要格外小心。母亲放心，我对他一定特别小心。慕容家列祖列宗护我慕容氏一族繁荣昌盛，吏部下了调令，我们全家要去青州。若是布置得当，或可封侯。恭喜母亲！若真能封侯，谁还敢说你不如慕容侯？青州新任刺史与我们没有半点关系，而那舒柔又要先行前往青州。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总感觉好像有人故意张开了一个口袋，等着我们钻进去。之前就听那个沈从当着他的面说过，有让慕容府满门抄斩的本事。如今想来，是觉得不妥。看来此事，我们真的要从长计议。可是拿到了，还好我朋友多，不然不可能这么快。最近朝局变化大，新旧交替的官职多，不过这也不是秘密了。你怎么那么着急知道呀？看你以前都关心朝政，自从调入温柔乡不问世事之后，我们俩都很少聊过天了。若是我说我这些日子在当皇帝，你相信吗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话不能乱讲。不，我没跟你说笑。
义祁主的志向，难道不想去府除毒吗？既然想，那就做。我同祁主一同做，如何？所以，你以为只是游戏，但是他把这些通通变成了现实。并非全部，但是关键的部署都是一样的。你们这闺房之乐还真是不俗，玩的可是整个大楚啊。他究竟是什么人啊，竟然有这等通天的本事？我现在一点都不好奇他有什么本事，我想知道的是他究竟要做什么呀。那慕容家被派往青州统领当地士族，这也是你们的安排？这只是第一步，恐怕刺史杨璐已经准备好了，而我母亲过去只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快一些。万万没想到他行事如此猥琐，长此以往我们慕容家的家风怕是不正了。要是盼着你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，哪怕是苟且偷生也在所不惜。傻站着做什么呀？进来吧。见过慕容大人。怎么，你这是连母亲都不认了吗？晚清已被逐出家门，无颜再认您为母亲。这是在怪罪为娘吗？晚清不敢。此事为娘也十分后悔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这就照各房议事让你认祖归宗。孩儿谢过母亲大人。就凭你顾念亲情救了飞鱼，你就是娘的好孩子。有什么话咱们进去当着列祖列宗的面说。走。不对不对，这明明就是场游戏，怎么可能成真的呢？他到底是谁？如此说来，去往青州果然是个圈套。母亲英明，这都是舒家的安排，而且按照他们的意思，皇上好像要把咱们慕容家弃掉。腹背受敌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母亲难道没有做过什么准备吗？母亲大人明鉴，孩儿一心为家门，并无他意。你这是说的哪里话？哪来的什么准备呀？母亲有没有想过取代舒家？舒柔当年可以辅佐一个新皇帝，咱们慕容家为什么不可以？母亲，若您愿如实相告，孩儿定当鼎力相助。为娘倒是有一些对舒家不满的朋友，做点什么事情他们也是可以帮忙的。孩儿有一计，定能帮母亲事半功倍，如虎添翼。
宇，你先离开，我与你家兄长有话要单独说。来，其实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，听得见。太近，我怕挨打。我怎么敢打活神仙呢？我是特地来感谢你的，感谢你帮我完成多年以来的志向。在我这儿难如登天的事情，在您那里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呀，佩服。七主何必挖苦我呢？没有挖苦，我真的是把你当成活神仙一样来敬仰。那敢问活神仙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这不在算账吗？家主远行，内务大大小小的事儿我得操持起来。不用忙了，别忙了，我们继续以朝为局啊。外面怎么都收拾起来了？我们继续啊！你让我再多实现一些，怎么样？这局你都知道了，再不也没什么意思。况且你做的已经足够了，足够了。还有一事，我不太明了啊。我母亲去往青州，也是你安排的？啊，这个母亲大人去往何处，我是安排不了的。不过我觉得她此刻离开京城是对的。沈夜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是你的主君，我想为你好。你少来这一套！你现在把诓骗我当成乐趣了是吧？我不管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七主大人是第一世子，何必如此野蛮呢？我打也打不过你，说也说不过你，我算什么第一世子啊？我是第一傻子吧？我天天被你逗着玩。这第一世子这样又是身份啊？下去了。你等我回去想清楚了再来找你算账，这事儿没完。禀世子，慕容三小姐突然送来了急信。一个个都争相出气，好端端送什么信？兄长，看样子三小姐已经开始了。今后的事你就不需要参与了，你要行的是光明之事。见过世子大人，慕容晚清可在这儿？在的。让他出来吧，我要带他走，他最好此刻不是伤痕累累的。回世子大人的话，他确实在这里，但他不能跟你走。很好，那把你家家主叫出来吧。我母亲没有空。不仅如此，世子大人也不能走了。来人，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张，救我！你若是现在放开他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否则什么？世子大人又要耍威风了？以前我还记得，以后啊，不会了。
怎么，你们慕容家要造反啊？世子休要妄言，慕容家忠君为国，绝不会造反。只是如今朝政昏暗，奸佞当道，我们慕容家要拨乱反正，扶持新君。就凭你们，慕容家确实势单力孤，但好在也有很多有志的朋友共襄壮举。都是些罪行外露、无处安身的宵小之徒，打算拼死一搏吧？世子就莫要逞口舌之快了。总之，第一世家，你们姓舒的可以，我们慕容家一样可以。你是要把我当成人质吗？我这世子当的可真是不易啊，多灾多难的。不仅要拿你当人质，还要让你交出你手里精卫营的兵符。不错，有了精卫营的加持，大事可成。当初燕国掳我，本世子都没屈服，你们算什么？这要不你再想想办法，别冲动。若你们真的杀了他，我自会为他请身后哀荣。婉清啊，你安心的去吧。啊，不是，就这么放弃了？我觉得事情还是有一点回转的余地的吧。母亲大人，不用再与他纠缠下去了，杀了他们一样成事。不可，朝中忠于舒家的势力不少，留着他有用。慢着，把人给我拿下。是。只有兵符，精卫营的将领未见得会出兵，需不需要本世子再配合你一下？世子太聪明了，到了精卫营的地头上，或许会横生枝节吧。他们会配合的，只要我拿着兵符告诉他们，世子已经被皇上拿下，命我派兵救援，他们一定会相信的。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？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你有精卫营的兵符呢？哦，刚才一着急差点忘了。吾儿才是聪慧的，知道怎么样你才会交出兵符又不会反抗，更知道如何才能让精卫营听命行事。为什么？我受够了在你的庇护之下，受够了你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也想享受你拥有的一切，我也想让我们慕容家拥有第一世家的荣耀。那我朱三小姐心想事成了，待我事成之后，他们自然会放了你。不要再他妈废话，今日我就要报了往日的屈辱。莫要无礼，好歹也是个世子啊。是。拿下。是是。慕容婉清小姐执兵符入营，说是有要事相上。兵符怎么在她那里？难道世子出事了？
你如此焦躁也是无济于事的，此后自会见分晓。你倒是有气度，都说你聪慧，那你帮我说说，我母亲为什么不带上我？你如果说得准了，将来我留你一条性命。或许他觉得看着我更重要。还有其他的理由吗？你就不想听点好听的理由吗？非得再问一遍？我让你说。那或许他觉得你会坏事，毕竟你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那种。你当你还是那个世子，还可以随意羞辱我是吗？莫急，还有另一种可能。还有？母亲，怎么样？精卫营已经将禁军控制住，并将他们悉数引到外城。好，那我们偷袭内城，记住，生擒大皇女，扑杀魏云兰。母亲，就这样直接弑君，是否不妥？哼，这样的事，他魏云兰做过，舒柔也做过，这都是跟他们学的。来人，在，放响箭。是。让其他世家策应，尽快控制京城局面和朝廷要员。听明白了吗？若是你们能控制得了局面，那我就是压制住其他世家和威逼我母亲的筹码。但若是这次你们慕容家没有成事，那我就是你逃跑的护身符。换言之，这是你母亲对你的疼惜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不成的，未必。总有一种人是在你意料之外的，而这种人说不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，很可怕的。这是我最近的体会，就当送给你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吓唬人？我真的没有吓唬你，我们家里就有这样一个人。虽然我看不透他的心思，但是我知道，他总归是不会看到我出事的。何人在此？沈从。哦，另外一个名字可能会让你更有感触，我叫蓝星。蓝星。母亲大人，可能是亏心事做的太多了，记不得了。你，这是前礼部蓝家的后裔蓝星，是我未过门的储君。你这个逆子竟然背叛我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原本该是我兄长恭候的，但他有更要紧的事。况且我在这里也是合适的，毕竟我才是那个最想杀掉你的人。兄长让我给您带几句话，他说慕容大人为人险恶，赤大才疏，却还有谋反的胆量，他多少是有一些佩服的。另有一忠告，还望大人谨记，若下辈子还能投胎为人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。来人，将这个逆子还有这个狂徒给我斩首祭旗。我刚刚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十分清楚，我也是相信的，但我就是想要杀了你。我看你不仅是冲动，还十分愚蠢。哼，你懂什么？我这叫自断后路，一直往前。
我慕容飞羽只赢不输，谁挡我的路，我就杀了谁。我没有拦你的路啊，杀了你，已是我的决心。你是真的有点蠢。我都说了，重要的不是输和赢的那件事，重要的是我家里有个人，他不准许我出事。世子大人这是在暗示我，不要杀了你吗？唉，虽然我一直看你不顺眼吧，但是我真的劝你听我的，我是为了你好。谁来都可以，我慕容家为了起事，已做了万全的准备。此处可是有重兵把守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外边有动静吗？阁下动手之余，也麻烦动动你的脑子。你们起事这么久，这外面这么安静。世子大人想听动静呀？嗯，好啊，那我就命人将你乱刀砍死。来人！来人啊！你别再喊了，喊来了那个人，你真的要吃亏的。世子吃晚饭了吗？还真是有些饿了，可带了吃的？我特意为您准备了宵夜。都这般境地了，你还有心思做宵夜？世子的情况我了如指掌，不会让您出事的。都给我住口！来者何人？我真的有些饿了，进来吧。夜深了，吃点清淡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在跟你说话。这是给你煮的粥，来。在下苏荣清，之前见过。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。叫沈夜。这事儿也算是机密，你就这么随随便便说出来了，让大家都知道我娶了个小官。我跟他说这件事情，肯定是没想留他性命的。你来人呐！你就别再喊了，你刚刚都把他喊来了，还想喊来谁啊？妻主说的有道理啊。你别告诉我，这件事你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。我就先不跟你说话了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啊！三姐姐，成，你没事吧？你也别告诉我，这件事是你们俩联手安排的。那咱俩就先别说话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母亲呢？我母亲呢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是因为现在还不是杀你的时候，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你母亲了。都是你的阴谋，鼓动我们起事，困住舒城，都是你的阴谋。总算是反应过来了。你祸害家门，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？我看你说的是你自己吧。这样的家门，我还真要祸害一下了。你，来人，把他带走。慕容瓦青，我饶不了你！放开我！成，你没事吧？没有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成，那个，你听我说。我累了，有什么话，等我睡醒再说吧。哎，好主意，那睡醒了再说，走。我们之间的话，
等你死了再说，也无妨。那我，哎，世子早就该睡醒了，兄长不去请安吗？不敢呐，旗主大人此时正在狂暴，我还是先求自保吧。现如今，慕容家已如砧板上的鱼肉，我将他一并交给你处置，怎么样？谢过兄长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程程，你就不要生气了。嗯，你要打要骂都可以，但是能不能不要不说话了？我利用了你，让你身处险境。你要怎么样，你就随便来吧。但是你可想好了，你这箭要是射过来了，你可能就会失去你最好的朋友。回兄长的话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他吧，我不再插手。你可想好了？你只需要一句话，就可以灭了慕容家满门，报仇雪恨。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如果只是简单的屠掉慕容一门，或许会得到一时的痛快，但对于他而言，可能是一生的苦。这种苦我知道，就别让他吃了。我相信他会给我，给兰家一个交代。你曾经说过，复仇是你的一切。是。那把一切托付给另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兄长不也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世子了吗？我的情况有些特殊，不过现如今你要在你的心里装点别的东西，比如一个可信的人。你来真的？这次不算，再来一次。罢了罢了，你要是生气你就来吧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你都不能再生我的气了。一、二，等一下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大不了你就生我的气，大不了我们就两年都不再见了嘛。做了这么大的事。以为你能有多大的变化，怎么还是这么猥琐啊你？哼，我都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你要把我勒死，你就真的失去我了。我之前做的事情是很有把握的，才不像刚刚那样生死未卜。很有把握？你的意思是？你很相信沈爷？哎呀，
我这不是总要试一试吗？要不然我就一点伸冤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啊！尝尝，你现在说话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向你说谎，不管什么事情。只是说谎，避重就轻啊！你是我最提及的朋友，你能报仇，我很高兴。我生气的是，你为什么不找我帮你报仇啊？是沈夜不让我找你的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听他的话？我觉得他不告诉你是对的，他跟我一样不想你涉险。而且你以为他是什么白白做好事的人啊？他确实是帮你报了仇，但他以后肯定会在你身上再讨回什么便宜的。程程，你这样说你家主君合适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？那我哪知道啊？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敢跟他合作啊？你我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他跟我保证他不会让你受到半点伤害。这次的事情牵扯出不少人，凡是参与的，哪怕只是无意参与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原本平衡的局面出现了缺口，我看啊，这就是他一箭双雕的另一只雕。你的意思是，皇家和你们舒家要重新争地盘？这次调动的精卫营和禁军也有相应的调整，借机控制了部分将领，为真正的谋反做准备。真正的谋反？他看似是在平息逆反，实则是在制造乱局。趁乱，趁乱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制造这种乱局，不就是想要大楚的江山？难不成他……他一个男的想当皇帝？我也觉得匪夷所思。可这就是最合理的解释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拖住他，拖到我母亲回来，拖到皇上。不是，你也不能告诉别人他想当皇帝吧？我当然也不会伤害他，但也绝对不会让他得逞。如何？这身衣裳，世子应该不忍责罚我了吧？这般是讨喜的风格。但兄长，如果能够严肃一些，换一副表情可能会更好。老是这个样子，我觉得世子还是会想打你。这样如何？兄长还是换回之前的表情吧，我觉得这个样子世子会打得更狠。出发停顿。见过七主。你等一下。
兄长见谅，沈从告退。车走的。我正要去找旗主，没想到您自己来了，真是心有灵犀啊！是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真的吗？我还是不太想撒谎。听闻是你教唆慕容一家谋反的呀？啊，我就是扫除祸害，为那个三小姐跟小从报仇。那慕容一家绑架我的事，也与你有关喽？我请妻主责罚。又要谋反又要绑架我，你好辛苦啊。多谢妻主体谅啊。那既然这么辛苦，那我们出去吃顿饭吧，我请客。好啊。要不然你还是正常一点吧，否则还没吃上饭我就要吐了。正有此意，就是大人请。嗯。怎么回事？灰三小姐，有人拦路，您下来看看吧。这大白天，难不成是刺客？沈从。怎么，你又要来行刺？我想送你回家。送？那你刚刚可以直接上车的，而不是拦在这路中间，像个刺客。那你还没问我同不同意呢？哇！妻主是要彻底把我赶出家门啊？吃个饭，别紧张。吃个饭也不需要来这儿吃。你放心，我带钱了。这等于左进右出花的还是咱们自己的钱。哦，那就直接不用结账了呗。走吧。啊。见过世子大人，见过兄长。嗯，也算是故地重游了。不过你们这几个家伙是真懒，这凤楼哪里还有京城第一欢楼的样子？其实我也并不是一直想做个小官。既然有了这个名头呢，那就要做好。准备一下，我要和你们兄长吃个饭。是。恐怕又有什么新的手段，赶紧准备饭去吧。是。你气色不错。不，我此时有些紧张，想必神色并不好。啊，你比我还要紧张，呼吸都加重了。我有什么可紧张的？想必心跳是极快的。不用他，我快，行了吧？所以，你我之间，谁更紧张？我紧张，我紧张。松开我。
谢谢。别紧张，往后我们还要合作呢。合作是指？我们已经成婚，那再起个新府也是合理的。合理。此事还需要时间，但是自立门户也是要加紧。嗯。况且，入朝之事还没定，我又不想闲着，那就把自立门户和开创一番事业的事一起做了。妻主是指？不能入朝，那便入室，我们一起把这凤楼经营好，再创它的辉煌，如何？不能当官就开欢楼。是这意思吧？嗯，范畴有点大哎。来，成双，昨夜阴凉，今夜思念阴霜，不埋怨潦草漠然纸上。时过变迁，碧波似流年，两人并肩，钟情口难言。世间繁华，终究只是过往的云烟，唯有你在心间。星空下你闪烁的眼，与月光交接，愿此生并肩，将时光篆刻成诗篇，我只手与你翻越千万遍。怪想念太空之后，却我情愿沦陷，你白衣胜雪，让爱温暖这瞬间。一路上过着永远相思心相牵，与天地之间心所想，若能够愿陪你到永远，便轰轰烈烈。这世间纷扰听不见，我心永不变，身万语千